宝岛手偷偷单元，我们来看看筷子的笔法在南北有何不同呢？筷子，南部笔法是两根指头在手心来回的动。筷子，筷子。南部手语筷子的笔法很像是在夹菜或者是像沾酱料的动作，从动作当中模仿而来的。而北部的手语呢，则是看到筷子的样子，两根指头动一动就表示筷子。筷子，这样您分清楚了吗？